大熊猫开始工作是70年代，当时是什么？美国尼克松总统访华，访华的时候谈到中国的熊猫的问题，应该我们国家应该了解我们国家有多少熊猫。 Professor Hu is a leading global expert on the giant panda. He completed the first ever survey of wild giant pandas more than 40 years ago and has come to be known affectionately as China's Panda Papa. Although now 92 years old and not as mobile as he used to be, his face lit up at the first mention of his furry friends. 您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事大熊猫相关工作的？ 因为我这个学习读书的时候是学习的动物学，而且是学习高等动物。学习过后啊，这个到工作啊就在四川工作。大熊猫开始工作是70年代，当时是什么？美国尼克松总统访华，访华的时候谈到中国的熊猫的问题。 应该我们国家应该了解我们国家有多少熊猫，国家大熊猫分布啊，主要分布到四川，所以说在四川作为一个重点的调查区域，一直通过四川都了解四川哪些方面哪些人熟悉的和哪些人实力做这个工作，当时他们都了解到。 So what did the initial work involve to understand the distributions and the population of pandas? 我们当时是很简单，就是靠两条腿，一个望远镜，其他的没有什么。当时都组织了林业系统啊，他们一些比较年轻的。 主要是生活最好的就是篮球队员，跟他们讲熊猫生活习性是什么，你调查主要是调查有多少在什么地方有，因为它太稀少，它隐居到森林里面的，用什么方法就看不着的，就根据熊猫的生活习性，它总要吃竹子，总要拉，是吧？ 一个了解它吃竹子的痕迹，另一个是了解它拉的粪便，它必定每天都要拉粪便，因此调查过后，你得向政府提供这方面的情况，并建立政府怎么保护，说到底就是如何把它的栖息环境保护好。And how did they make local people care? 调查啊，就是一个宣传的过程。 因此，到各个地方啊，首先到一个地方，就要在当地老乡那儿去了解，里面这个县，哪些乡有熊猫，哪些乡，经常看到熊猫，先了解这个过程。到了具体地点的时候，还要依靠老乡，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也就培养了地方上。 他们对保护熊猫的重视，所以调查队啊，实际上就是一个宣传队，也培养了当地来保护熊猫。光是政府不行，更主要的是当地的重视它，不破坏它的环境。您这么多年研究保护大熊猫，想问问您有没有什么遗憾？最遗憾的是，人的是。 生命呢有局限，我的生命呢从事这方面呢时间短了，不可能延长到，培养这方面的学生呢不多，但是培养了一些。可不可以聊一聊您觉得这么多年最骄傲的事情是什么？最骄傲的事情呢，也是培养了一部分学生从事这方面工作。 这方面的学生呢，在全国各地各个省都有一些。我培养的学生呢。
有些还在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在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进行大熊动物研究啊，基本都是我的学生。其他的各个地区高等学校也有我的学生。谢谢你 ，Thank you for all of the hard work and for creating a future for the panda and the other species that rely on those forests. 做得不够。